这个是2000年我在拍那个 Wolf 长龙第一次到中国拍戏，李安带我到一个很可爱、很美的地方，就是我在拍那个跟江子怡在一个黄山脚下一个地方，很漂亮，叫九龙滨，它有山有水，还有那个竹子很漂亮。 那从那个时候呢，从那个景我就打动了我，是吧？回来我们到北京啊、安吉啊，这岱宗海啊，这很到了很多漂亮的地方。我觉得就是从那个包袱从开始，我对摄影起了很大很大的兴趣。 今次比黃金甲咧就嚟得更加激情，<笑>因為上次咧就係即係要毒死佢啦，今次咧就愛死佢。 愛死嘅意思即係嗰個男女主角好痴纏，好纏綿啦，即係啱啱係黃金發嘅反轉咗咯，即係今次啊直情可以為個老婆而犧牲啊，即係為咗個愛人，即係愛個偉大係好偉大。